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导转世界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贵宾啊，他是我们的这个金马奖的这个影帝哈，这个最佳男配角奖是陈木易哈，木易六。大家新年快乐，恭喜恭喜，今日高美，好，你这嘛大家拜年哈，这新年快乐，谢谢谢谢，真正无存在的你。真正无存在动物的你，OK， 呀，你过年你拢安怎过？我过年感觉台北足好诶，无人，无人，对对对，无人你拢去创啊？我过年妈妈伫诶时阵拢陪伊拍麻将，对，我只是想拍麻将，干阿甲阮妈拍尔。哦，我到过年我其实拢待厝诶，我卡内出去，过年的前后都叫无人家己查，对对对，就来写剧本。哦，写剧本哦，歹势，我唔是做这个啦，但是我都啊这个就来写剧本。我以前吼，以前啊真卡的时候，我最爱过年。好，你遐拍拍照啊，佚佗啊？细汉当然都爱最爱过年啦。细汉你就知影有红包啊，囡仔袂叫戆啊，对吧？吼，食好料的啊，吼，都大家啊，娃娃过使博缴啊，吼，捧糖啊，你唔知听好无？捧糖啊，捧糖啊，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个鸭啊，一个一个啊，吼，会使有咧挑啊，阮捧咧啊叫用挑啊，就会使看会使博者博者博者，看会使贴会使弹一挂。我今日博过一遍了，我都唔敢去博，去博落多去去落迄个阿鲁面，去擦掉。从此以后，我都唔敢去买咁物件。迄拢有一个最大奖，无就50块，无就100块，无。啊，若无着，就是糖啊，一袋一袋安尼啊。即马嘛，阁有呢。即马去迄个台北迄个啥，迄个。后车道遐，甲毛哥你加减有咧卖迄个卖迄个咱咧讲迄种抽的啦，对对对。我今仔过年的时阵，捌去批发过，去批发，我今日是做头家。哦，有生意头脑呢哦。嘛无影，我今日迄时阵赚过一笔钱。囡仔知影要去批发无简单，啊，提顿来卖哦，遐统产。对，你点解几行路苦的遐，你啊来挑啊，来这边。迄捧糖啊，拢会等于就讲起来，小时候就是那个心也是很坏啦，啊，就等于提咧顶啊咧酒，就看迄内底头奖，啊，这一奖啊，那个请个抽掉啊，对吧？蛮紧，即马讲又蛮紧，还是我之前做歹代志，为行就是丢落厝人啊，伊抓牌有把你劈抽起，劈个抽起。第二牌第四格是十号，啊，就是迄先大先的啊。是拢一定是安尼设计吗？快，去时阵印刷就是干那安尼，尔，我都像即卖挂挂了，逐张拢无同款。你哪知？我来讲，我有批发过啊。有一门用抽了，我就他推抽到一个恶机啊，后尾我搁批发一遍，我当然好啦，反正家己嘛总爱写一下本，我抽一下看嘛。哈哈哈！中奖。OK。我但是我看迄边家己抽起来，我感觉我这人唔知哪掉囡仔时阵真有良心，我是讲，好，安尼阿伯唔当过迄落，就是干啦。但是呢，人客来抽我，我就，注意看是不是给抽了伊。迄张袂使成，你会使甲成个掠掉啊？都跟你讲，我都干啦，住迄边了，我都感觉袂用做这款代志。哦，安尼你够有良心。这个那后来啊。我就看了老狐狸来对，好，你讲的那个名言，好，这个不要参与你不知道的战争，好啊，要知道你才会打赢人家，好，就是庞登啊，知道赢不知道的，知道赢不知道的，哈，这股市的讯息嘛，是安尼啦，有智慧财产，好，就是所谓内线交易，他们先知道嘛。啊，你若唔知影，胡乱买、口口买，吼，这样子啊，你就惨了。你这样，那这样一开嘴，人家在交易，这个唔掉个大气。就是这样，你是这样在老屋里面致富你开劳斯莱斯呢，搁开保时捷跑车呢，啊，敞篷的了。好，这个如果大家有去看老屋里。老实讲，我就在，其实我伫广播内底，我有推荐过老狐狸。Oh、yeah, 我嘛伫迄个新闻娃娃推荐老狐狸，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我讲起来了，过去对国片我没有那么，免啦讲，无讲感觉遐好看。
啊嘞，哦，这几年的国片越来越有水准。讲，哎，因为咱阿边个国片分作中华民国片跟台湾国片，嗯，台湾国片，对，啊个中华民国片，啊，你两个分辨看要去看多几款嘞。哎，那上面有说中华民国片，啊，说你看起来不好看，你看你的，都虚伪哦。夸张，自卑，甘为奴才，种种的这款，就这款物件集合体，啊，那个基本上是属于啊，或者或者是讲，用一挂水噪音啊，甲你炫惑啊，啊好，任何一支片拢爱有水噪音啊，因为人客总是较爱去看嘛，或者是迄啰帅哥，啊。我讲我老狐狸足帅，对啊，老狐狸帅啊，帅。问题就是讲，你看我讲那个美女的现货，有当时啊台湾皮买有啊，那个人情。对，我讲应该是有啊，但是伊迄内底讲的内容都唔是我讲的，都我讲的嘿，自卑啦，什么虚伪啦，有无嘿？啊，有安尼分哦？嗯，我唔知道，但是我分得出来中华民国片跟台湾国片啦，啊，我个人啦。哦，安尼哦，哦，你真深诶。袂啦，啊！就踮咧台湾就能讲尔，就踮咧台湾就能讲尔，一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讲，啊！现在混你蛮混得帅。以前我知影你讲的中华民国片，譬如讲《英烈千秋》，因为我有当时在看，我搁你重播，看了感觉讲夭寿。以前那这个戏看落，好啊，迄个话，这个中华民国片那个100%嘛，哈，什么梅花哈，《英烈千秋》上面哈，《剑桥英烈传》。这个台湾片也台湾啊，起码我讲起码有差别，你对？台湾国片是起码讲，你刚才看迄导演甲演员，你真侪迄个有，这个土地大起来迄个囡仔啊，哎，你看一寡土地，因对一寡土地发表也意见啊，足简单的安尼尔。哦，比如讲啊，大佛普拉斯啦，哦，啊是讲，迄个台湾片。欸，台湾国片，台湾国片，台湾的国片啊，够尬啊！国片，那你讲国片，你总是要有一个，有一个台湾国，哎，就台湾的国片，台湾国片，好。你即款囡仔，你讲甲这土地有关系的物件，其实迄个感情吼啊，任何一个评论起来，你爱看迄个。主创者啊，通常主创者是基本剧甲这个导演，演员其他迄种另外，这主创者伊的情感呐，伊的感情是了解啊。你其实这款的咱人的感情是拢微微啊，但是我咧讲真经，你无甲你骗的，边仔就知影你做去食饭，有介你无介，你凊彩你就知道。对不？是不是安尼？同款，迄个片同款，迄个导演甲这边个，对这套的有迄个感情，无迄个感情戏话多，其实你现在看你就知。很幽微之间，谁感觉到？啊，所以，所以你也知影讲，这个人是要导中华民国片，诶，导演若找你，你都未接受啊？嘛袂呢？哎，哦。我迄个就是你总是要知影别人咧创啥物件。嗯，啊，但是你安尼演袂解忧吗？我有我的法度啦，啊，我的办法。好，因为你我是因为啥？我真讲老实话，我拍的时候我真认真真骨力，拢准时，拢工作做敬业啦。就是那像我咧调奖的时候讲迄款，我其实足尊重加到认真寡工作的啦。因为你如此，所以大家相对尊敬。所以你要跟人讲啥，就是人来倾听。啊，我唔是跟人冤家嘛。对。不要啊，不然咱简单讲，就一种咱普通讲就讲啊，就查甫人，老人拢感情拢用负面啊，你我无爱伊啊，啥，啊，其实是讲爱伊。我基本上拢会足无赞成迄个负面的迄个表述。啊，好。像最近有两个广告就是安尼，一个是甲倒啊，讲啊这唔好食，啪掀起来，啊我就唔惊。你是为啥要破坏人迄多好物件？对吧？无好食就免讲掀嘛。你忘记讲，我甲你换车。啊，好对。啪你讲冰冻。啊，佫一个是。啊，两个坐足话，伊讲啊，恁两个莫坐箱话，莫坐这唔用，诶，箱话就啊，结果迄伊讲的话是讲，恁两个坐箱话，啊，你是无得不只讲破坏人的感情要得。对。
就是类似这款的啦。啊哈。啊，我因为这款足敏感的，我的想法是讲，啊，你是有啥物道理，你要甲因感情破坏掉？你唔是讲你足爱这两个？啊。啊，早囝，恁早囝当然啦，一件好代志啊。啊，找足我足好个啊。嗯。啊，你做老爸，你做你闪就好啊。你靠爸，你是创啥？啊。诶，类似这款的。类似这款，我听不上。啊，我就甲导演。都我咧甲导演参照下讲。哦，你有参加你的意见入去就对了。嘿。哦，了解了解。啊，你诶，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陈木易哈。陈木易啊，因为啊电影《老狐狸》哈，老实讲伊太搞演的哈，他一举拿下金马奖第60届哈，最佳男配角奖。诶，你摕到这个奖了后，你感觉你的人生有什么变化无？我大家拢甲问讲会用进未？不要进无？为什么？我唔知啊，讲我得奖了，咱就真好心真过来，点么台顶讲一挂话，多谢甲咱工作个啦。啊我煞知影翻过头来，后壁面拢咧讲好，我讲什么台湾道理，讲什么？对，我不爱甲这个外来政权讲话，靠白，我想我真不爱甲这個外来政权讲话，迄是无唔对啊。问题是我无安尼讲啊，以前个一挂台长拢压出来。我嘛唔知哦，其实有人真哩做人啊，甲你注意，甲你关心，拢压压出来呢。啊，有影响无？我真少，比如讲问讲，啊，每个这样念的关系，嗯，要不要紧？要。哦，好。你想这款社会敢正常？嗯。你讲出你心内话啊，你结果人会甲你问讲要紧未？因为台湾是一个，你认为这个社会敢有正常？台湾是一个政治，即马拢讲起来真对立的国家所在。哎呀，这是怎来讲所在？啊，我咧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啊。哎呀，对啊，因为啊，所以你有影响吓？有影响无影响？我啊，讲老实，我这年纪啊，刚刚要加影响袂多啊啦。嗯。影响袂多啊啦。啊，我两个我单亲爸爸这么侪年，我两个查某囝也拢较大。嗯。所以其实讲到就我有较 let it be 啦 ，let it go， 拢好，可以，算了啦，都别安尼好，反正都安尼来，都安尼来。嗯嗯。有影响无？有那无影响？嗯。总是。影响是啥物？总是人会甲你较无同款的看法。嗯。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啦，就是讲，你才知影讲，你逐工你工作的即只只尔只尔侪人啊呢。都是关系非我族类啊！哦，马上知道，很容易知道。但是我是认为，我普通是安尼，我袂去跟人讲啊，你都，因为我相信你若要支持你家己支持的政治力量，你只要有你的道理，有你的理，我无想袂用甲你尊重的。对，卖他妈用轻蔑骂安尼就好。我普通我是绝对尊重。啊，在这个前提之下，咱较要紧的是咱的专业啊。嗯。咱甲咱的专业好啊，工作来好啊，工作来安尼就好啊。对。这应该是拢无什么差别。你有感觉啊？台湾的广告吼，你也注意个看电视，就是啊，厂商或者是啊观众，他还是接受譬如讲比较接受迄款啊深蓝啊是蓝军，甚至接近红啊的人的广告。但是好像，讲毒的人就被拒绝、被排挤，你有这个感觉吗？有啊，非常非常嘛，对不？为什么？就爱去问厂商呢。啊是为什么哦？那我初步想来就是，因为这个自开始台湾有外来政权来，底下拢一直讲。敢顾好饲大汉，啊，所以真侪人拢当作伊国语做阿公，伊就是做导演的，有一种迄种感觉安尼，我就这样讲。啊，其实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啦，就是啊，因为这个来外口来这个政府，伊干那一件代志，就是伊甲你讲国语一个标准的语言是需要的，所以因所有的文化根基就在于把国语讲得很标准这样子。嗯啊，其实是个极度肤浅的事情。哎，就是讲，伊用这种拍败所有的人咧。啊！不过我看因遐人，大家嘛足欢喜，不即款物件啊咧。好。啊你遐怎啊？嗯。相对的，我得奖感觉有啥？相对的，嗯。会讲即款语言啊，较引导。
啊较水。嗯。哦。你有感觉无？嗯，有无？你的感觉是有一间，伊安尼甲你、甲你、甲你宣传，甲你讲，讲伊已经较水、较缘投。啊，较高、较安边个讲？较高级吼。较高级吼。啊，因来拢会抱一挂人，抱人起来。嗯嗯。诶，讲起还是确实足切，即讲起还需要去工作久个代志。我计规工啊去天成饭店演讲，我也去讲这代志。其实当时天成饭店应该其实国民党来台湾了，伊个政权开始无要反攻，了就开始点无啥调权。蒋经国你弄迄个祝福台就对，迄阵开始有民歌啊。嗯。啊，其实是要创啥物件？嗯。要甲台湾洗掉。嗯。啊，佫一条国家要紧。哦，你感觉民歌是这个目的？绝对是这目的。我有迄个理由。嗯。啊，为什么迄阵拢咱等下知影讲以前个台语片，迄厝呐，迄个。迄、那个佣人拢是阿祖阿伙阿弟，咱台湾人对无？对。啊，但是这在迄、那個啊啊、在迄时阵就渐渐无了。啊，较哦，都只要国语标准，迄个外省高贵，拢看到。字正腔圆。嘿，咱的就是迄个什么红茶、柠檬茶，迄个阿姨啊，那叫拢迄款人啊呢。啊，那这迄阵过三代代志生嘛，啊，过来是重视过来重视。迄时阵那即个戏剧叫《正经寻母》了，即个戏剧拢渐渐拢较无去啊。嗯嗯。无去了才发生啥代志？嗯。港片，哈哈哈。僵尸片、武打片、警匪片。港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这个国民党的心态就是。因你看呢，受皇帝统治过的人，因一有一种感觉，就是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哦，就是讲无可能让你台湾人起来啦。嗯嗯嗯嗯，这个重要性，无可能让你台湾人起来。除了民歌以外，伊就是在发港片来。因家己也无大，因黄梅调也唱啊差不多去，应该演的迄个所谓国语连续剧，迄有啊，无应该差不多去啊。嗯，平啊，一个制作费，国语连续剧就700万，台语连续剧就八十万。嗯嗯嗯，平啊，同款的物件就是安尼。哦，所以台语的就较俗。对，所以制作费就较俗。所以迄时阵，因家己人，因就是因家己人，也无这么侪人，讲到就因也所谓的。国语标准，你个人也无特别准。因用过来，咱200万了。对，差不多，哎呀，是啊，好像无啥多，啊，搁一项，因嘛，甲以前台湾讲拢移民掉。所以迄时阵，无可能去台湾拍港片。哦。你想啥？台湾那莫名其妙，这么多年来，突然间啊，就过两年前，安尼港片安尼这么闹的是，到底啥原因？香港人有比台湾人较水，比台湾人较缘投。讲话你也听无啊，听无八句啊。是教谁啊？嘿，所以迄挂拢是台湾人讲，安全存在不妥，因为他不让你起来，他让谁起来？啊。好，来，他让谁起来？这个啊，我们现在访问的呢是啊，这个金马奖最新的啊，60届啊最佳男配角奖的陈木易啊，老狐狸前后看哈。那这个木易兄啊，我看他因为你得的这个奖，我来怎样讲？哦，这陈木易这么坚持台湾啊，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哈。再讲一次，老狐狸真的很好看，但是我今晚唔知影下片啦未？也未听讲高雄嗰啲演，啊，冇去新加坡，冇去嗰个马来西亚，冇去其他嘅所在。是，演真久啊，好，但还没有下片哈。这个老狐狸啊，我觉得啊，伊唔是电影，我感觉陈木易在讲嘅话啊，是啊，有人生的哲学成分在里面啦。好，这样，好，那陈木易呢？除了啊，这里是啊最佳男配角以外，也快乐的出旁也得到第41届金钟迷你剧集最佳男主角奖。另外啊，也这里舞台剧的剧本《请勿牺牲爱情》啊，也得到台湾文学奖啊，也肯定哈，也恭喜有立起来哦，这个才华洋溢哈。好，他英语没得记住。啊，你头下讲的啊，国民党啊，这个无以为继的时候，用港片来垫。好啊，想那起码台湾片。对了，你讲无以为继，我倒是唔捌想过这个事情。你起码那有够什么港片？事实上有一点像那样子。嗯嗯，是嘛？
哦，全世界各地的电影、电视跟所有这些文化，就普罗文化来讲，没有什么谁一定会比谁好，就每个他的特色。对，而且因为国民党一个无以为继，所以一就觉得真，因迄个主秦始皇开始统治迄个土地了，贵族迄个国迄个皇帝迄个思想，你与家，你与外人不与家奴，迄个感觉就是。伊无可能有你台湾人徛，伊就全都港片啦。当然，包括政治原因，伊也去有政治目的的。有伊也爱去甲香港夹无，哇！迄阵佫就做英国的时阵。嗯，啊，想到台湾片会起来，台湾片会起来，台湾片当时会起来。无啊，袂起来吗？老狐狸毋是起来啊？不，毕竟相信。毕竟城市啦，有你啦，有无这个片？有出来，唔是讲会起来。哦，好好，有出来，有出来。当然啦，你无需要讲，咱就用台语片，还是讲用甲台湾这土地有关系，落去引领台湾所有物件，因娱乐的物件嘛，做较紧的。是啊，寓教于乐啊，有较好的题材。对，大家有想要思考的人去看这部，有想要娱乐人去看的。但是这唔只有这多元的文化，啊，问题是咱台湾某一种程度上。拢叫阿仔调调的，就是家己老年轻人心里面也有一个警钟啦。我下底跟他讲，我文学现在还有吗？我电影剧本我嘛得过两遍奖啊，新闻局的迄个奖嘛。我那时候你写剧本的时候，我家己边边的写，我家己心里面那个小小警钟。迄个时阵啊，你对，起码某种程度上，你都片面去讲了，现在片面去讲了，现在片面去讲。现在还会吗？现在较不会呢，现在不太会。现在真自由，会用个讲啥，会用个讲东讲西。问题是，我是认为呢，转型正义当他还没有去彻底去执行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物件都起不掉的，就比如讲我得奖了，人家压一寡，我已经讲压一寡。讲一寡甲台湾有关系，这个代志，我边仔朋友就甲问到，像你拄仔甲问，会向进袂？当会甲你问讲会向进的袂，就是表示这个社会是无正常，就无，不是讲，不是正常，你用个为所欲言，你就是一个真自由发展的所在，不是某一种程度甲你压在条条的。啊，所以讲有要，因为迄寡人过来享受这寡。因为没有转型正义，佫继续佫，不过唔是苟延残喘咯，佫活甲足爽的哦。而且因个佫因为霸占条条嘛，蔡英文弄个188的时阵就足明显的嘛，霸占条条唔肯走嘛。我到即马还没有完全找出答案呐。好，比如我头讲啊，一寡甚至是红的哈，深蓝的啊，是蓝的，好，是偏蓝的哈。因为譬如讲广告哈演艺圈的发展，就是无大家拢会好一空干呐。但是如果是偏毒的绿的，大概就会被封杀。我都把问过头家，伊就讲一个讲啊讲，伊今日就是中国。好，你不要他就是心中有一个现在的最大的障碍哦。对啊，做行李不爱哦。跟马斯克也走去中国，安尼卑躬屈膝哦。我相信，就偷鸡人你台湾，他内心就有一个，现在所谓的警种是指北京了。现在当然可能无需要一定要未去加中国，但是可能去东南亚啦，对啊，你卖时阵啊，加减拢会去受到某一种程度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心很痛的，是讲啊，这个人见你听这个土地，但是竟然去用讲啊，你太毒啊，你太绿，所以不行。是啊，拢会安尼对啊。对。啊，无变啦。呀，这块土地竟然是个错误呢，是没有机会的等同于呢。我跟你讲，就我一直跟你描述那个，就中国国民党来台湾了，啊，伊所部的这块有诶无代志，其实这个毒素佫来自咱的身躯顶，所以其实讲老实话，这转型正义是有必要。你像迄个德国跟日本，那德国、日本即马偌遮尼强的国家，因经过二次大战了，好好啊，大家爸爸，大家然后好好的洗一次。规身躯就耶稣咧讲，你规身躯罪孽洗过一遍。你这样台湾，你到底是甚物款的环境甲你影响？
慢慢啊影响的，哎，慢慢啊影响，慢慢啊，我会踮咧十月六、十六号买二十二张写迄个，我相信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伊的自由嘛应该以这个为念，嗯，啊好好啊勤做，啊好好啊修，嗯，我不爱甲外来读，我未见甲外来政权。开讲讲任何一句话，我家己去找台湾人的尊严，找台湾独立的基地。是安那，就慢慢啊，慢慢啊，一直是我咧演戏，就咱在咧讲演戏的时候上明显。你的某一种程度去用压制个，都哇，这我家己这个讲话人家己，找无形容词，甲赵本校长我找无形容词，你看这外严重，你看，用压制甲足未爽诶，那种足恶作咧，那种压制其实是一个无法发泄，无形当中诶、欸，我去拜你演戏，抖音阿公，问一个，这场戏哦，你可不可以讲很标准的国语？干嘛？不是，因为你那个爱情升华了。你要讲标准的国语，让他感觉到那个爱情有升华。标准的国语跟爱情升华为什么有关系？是啊，啊，那偏偏啊，你做爱，大家甲华语迄字拢用同一字。就你类似这种习惯的。哦。即我唔是有甚至有输了补了无关的，但是你迄个导演咧大家第一想的代志。啊哈。你看影响我，你看影响我大。我是蛮是足想要甲导演讲，导演，我规矩用真的好无？你敢是讲生活？肢体语言有。也够一边。啊，迄个一边你有妥协无？我他有可能我都讲出足标准的国语啦，各位观众朋友啊，我就照我意思来讲啊，对啦。但那个语言是不传，没有办法传达意义的，语言传达的是感情啦。语言传达的是感情。你跟一个查某出去安尼，你刚看这两个人出去后约会去食饭后看电影，我送伊回去安尼四点钟久，哎，按讲啥话你敢会记的？然后一句你拢袂记，你敢来记？你敢来查讲？这查某囡仔敢来对这查甫开始有兴趣吧？那语言是在传达什么？传达感情嘛。对，不太可能一直记得每一个事情嘛，在传达感情。有一道嘛是我咧赶快抖音照就说，妹个妹个，这场戏哦，你可不可以那个比较台湾国语一点？干嘛？不是，因为你的诡计被拆穿了嘛。就表现出你很卑贱呐、啊！你好靠！有没个巴雷啊？我一讲说，我心中个灰尘啪都撞出来。我就是我拄下跟你讲这两个故事了，我再去写一本情书。这是很重要的。那我若无这大气，那我都写本啊作品。你看我这挂人，大家看了我靠，你别个写剧本，我你若像我呢，叫刺激，看你会写袂？要叫你表演卑贱，都要用台语就对了。用没有？无标准的，用很无标准的国语。台湾国语，台湾国语，嘿。你的鬼气被拆穿，就表示你那种很卑贱，很阴险，你很。我讲，这样子好了，导演，那我跟你讲哈，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还不错，就是说我可以讲像马英九那样标准的国语哈，也一样，我觉得还是可以很卑贱，你要不要试试？哎呀，老公，我不跟你讲，我不跟你讲，但是我不，我是那边我怕这嘴。一来，我普通会跟导演讨论，但是我不认为，所以我的下一句我不屑与外来政权对话。我为什么下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个人，我演戏中间常常发生。而且这个东西是我没办法去改变他们。一个这样你干单干这样你容易的工作技能嘛，这样是那个是很根深蒂固，他生下来就长那样的东西。哪公扎紧的是眷村，那个对国民党来，我唔做传播，因为我当足做老伯伯，我跟住老伯伯感情足好个。对，像这款物件呢，你就是规个，伊用这款物件，你啊就真要紧的代志就是，
电视拢放喺恁厝嘅客厅咧，逐台电视拢放喺厝嘅客厅，有房间阁有呢，他就直接到你家庭里面去。嗯嗯嗯嗯嗯，啊，是的。重复跟你讲，重复跟你讲。深入家庭，深入脑袋，深入人心。就讲台语拢较卑贱，拢较低微，然后讲华语拢较缘投，较顺。我想啊，我真注意啊。啊，我想到我等下唔知边个讲。Yeah,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陈木易哈啊，这个电影《老狐狸》啊，太演技太精湛了，所以呢，他得到了第60届最佳男配角奖。好啊，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啊，这个才发大量的发现到陈木易，好，啊，发现这个家伙嘛就勇敢哎，哈，以前都开始就坚持，只是因为没有得奖，所以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我其实。对社会一寡有无代志，以前还袂连输之前，我有机会，我拢是我会去思考。我认为你住在一个所在，当这个社会某一种程度怪怪的时阵，你先生爱去思考，你住在甲这块土地，你甲伊中间的关系嘛？是。啊，只不过是后来甲有较侪机会，就是。好，甲别个写你，我感觉。必须才是一个足好武器啊！对，啊，我就真认真啊！我唔知讲我竟然我都写这么侪物件。哦，木易是啊，1956年出世的，民国45年出的，好这样。啊，我头先问伊讲是啥物款的啊因素影响伊这么深？伊讲其实是开始演戏的时候不断的影响，啊，慢慢啊，发现这个。共产主义的三清嘛，是因为这个是当年的历史，那个工业革命、瓦特发明政策，就开始集人民做啊，做阶级拢按照财富一直集中。贫富差距那个，啊，那个年代是争取这个年代是知识嘛。啊，那个时阵就去三清共产党嘛，因为你经过社会开始人是群居的动物，那当你这个群居，你产生有一些东西不对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干嘛那怪怪的那些东西，你都所谓的有一些所谓的主义就会出来嘛。黑熊都共产主义种种这啊，我其实是真相信共产主义啦。共产主义不是无什么讲唔好啦，伊都是看准这个世界都无啥公平。是讲钱收收收收，甲大家分分嘞。结果唔是，结果就嘛卖是卖你讲钱收收，拢收你家己当地啊。对，卖是卖你食啦。理想是 OK 的，对的，做理想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呀，那木易呢？伊真特别，伊是啊，你读自由中学。哎，对，啊，无毕业。我读延平中学。延平中学，哦，啊，无毕业。啊，甲教官。啊，甲教官呐，甲学校教官这款物件是真不应该啊！你讲教教官冤家呢？我咧踢卡球，我踢卡球，我囡仔爱踢门，我踢卡球，我就卡拜啊！教官看了我讲，哎，迄边遐有人咧相拍嘛？我安尼边行过来，教官讲，你是跟他打架？我讲，教官，我老打架，你唔是唔知我咧踢卡球？我喊到你有没有看到谁打架？有啦，怎样？你说，我不可能跟你说啦，我老公你跟你说，讲是像打架啦。对啊，你看安尼，袂不爱帮阿叔，我靠别个老专的。你个怎哦？进来个，你个某个，袂做袂爽啊！靠背干到这款人啦、啊！你最高官个某个，系啊，我安尼你有打，阿都啊，好就讲啊，这个囡仔功课啊，刚刚拢袂讲外加差吼，就无咱卖用开除的啦。哎、啊，迄个年代无啥敢讲开除啦，因为下面的人犯错，上面的人要连坐嘛。对，啊，好去转行啦，啊，去转去自由中学。哦，都无做在那去。啊，我讲今日有一间校，阮爸我笑咧，笑到咩？一时安尼，就悲痛到这样子。自由中学，可以嘲笑到。哎，延平中学是私立的。是啊，私立较贵呢。足好个学校啊。唔啦，我讲较贵啊。较贵还好啦。哦，还好。啊，尾啊，你读台大。啊，这个中学无啊，这个中学啊，都甲跟我捌的一个女生啊，私奔啊。哦，佫无毕业。有。哦，迄阵就私奔哦，所以你高中就失信啊嘞吼，开始高中，我其实我都读文学，应该是迄阵开始对
一寡文字对一寡文学的物件，私奔这两字在文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所体会啊你。哦，啊不呀，那不呀，不呀，啊去做兵啊，所以去高中毕业去做兵啊，高中没毕业去做兵。嘿，啊都步步步步步步的去做兵啊，回来啊，当死啊，当下要害啊，拢无毕业，找不到了，对啊，是啊，好好，没有高中毕业。嘿，啊，迄个就一头家袂歹讲，啊，你本身来，你敢答应一件代志，好好读书。啊哈。其实人有当啊足奇怪，咱社会无代无志去拄着一贵人啊。啊哈。会讲叫我好好读书，啊，我真乖，听伊话。对。都足过来读书啊。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木易哈，那这个今天一起除夕。啊，邀请到木易兄哈，真轻松来听故事哈。木易兄哦，这哪被台湾来讲，这个人笑笑了。和你讲了干的，空看空看，别再了，开始用空看的代志，你讲讲啊，愈讲愈严重啊呢。呀，不过我觉得啊，伊就是一个算是很真的人哈，惊家己干嘛讲进去丢的路哈，这样那啊嘛真勇敢。你考个台大是安怎个无比啊？不是我头一期刚得书卷奖了，我想啊，干靠别最好那样的，小老公，啊，我无认真读这个得，我不能讲我无认真读这个，我讲干啊，安尼来去得书卷奖，安尼你也得得书卷奖啊，这么简单哈，就哄哄啊，哎，我爱少年嘛，我少年总爱运动，我拍橄榄球啊，踢橄榄球啊，啊，迄个。台大迄个新生南路，迄刘公俊，迄刘公俊那时候敢那提调起来，看敢那砍掉，啊对面那种宾果店甲董事老哥的所在啊，撞墙嘿，迄头家女的查某囝足水，冤鬼伫倒定了，拍个董事老哥，可能咱听众朋友无啥理解吼。以前那個時代，董事老哥啊，甲拍保龄球，都有一個計分小姐，唔像過去安尼甲你計分的哦。保龄球即嘛拢哦，一個螢幕哦，跳分手有无？以前唔是拢一個小姐啊，甲你圍三圍迄個你全倒啦，圍上去。哦，迄個頭家你要查囝？哎，對。啊，然後嘞？啊，唔得，等下去董事老哥啊。啊，所以拢无读册。无，哎，去高中的时阵，董事老哥还记过呢。哎。大学时去时阵，敢那有条条较放宽啊。对。去读书啊，都无读册，拍橄榄球无读册啊，都。哎，我其实我蛮知影，就恶意听讲足严重的呢。啊哈。恶意就是讲开除。对。恶意要开除对啦。对啊，无学籍啊呢，靠别人这代志都断掉的。恶意就是你的学分一半拢无修过。对。哦。这就是嚣唔计较。啊，你老拢未甲你错。我伊甲这个囡仔讲安尼，自头到尾，迄个是我的囡仔，我想我办大狗个。好。啊都。啊，嘛唔知影咯，都戆戆呆呆。主要迄时阵都对读册唔是遮兴趣，但是我讲老实，我实在是看真侪册啦。迄当阵我因为读迄册安尼，为了应付考试，我足够的。了解。啊，读迄册就无兴趣，但是我讲老实，我是定咧看册。我咧想上出名的是叫做王上义。有时候野鸽子的黄昏啊，阿古博弈群弄，阿古那个王文兴，王文兴加变，哦，迄款物件，台大王文兴，你看无啦，我认真的足认真看，不看甲无一礼拜安尼，啊好，我志文出版社，我迄个存在主义啦，黑格尔，什么，哎，但是是啊，迄个啥物件，反正都一堆迄个哲学，有相当有关系，我怎解？志文出版社所册拢并过一下，啊，最爱看册，读册。不，恶意无代表讲无程度啦，就是没有去读，无去读。对啦，无学历，那其实我刚开始是不看不了侪侪册。但是有可能遐都是你啊变做啊演戏，我都这么入戏，演个家伙，这么啊这个能够啊描述人生的养分。对吧？应该是。哎呀，对。你对钱敢那嘛无介迄个吼，无介看重。有够用就好。都好啊。啊，其他的都，我是无啥物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句话就后来才学了啦。我就敢那想讲，我靠，别阿迄人那财产几千亿，这几千亿是啥物概念？一想无啦。我认真想讲，哦，啊，一千亿，
啊，即马我若一工开100万，嗯，夭寿我开100年开袂掉，安尼安尼安尼人生，安尼人生会真痛苦，你知影？啊哈，一工嘛无落开100万，啊，一饭店都出来食，我想哇。靠北啊！刚爱开100万，啊硬是一定要开的时阵，得死啊！当然变乱啊！啊，出来人生变乱。对，逐工为了要开钱，啊烦恼死。对，我来，我拍，我拍电视，拍电影。啊哈，拍电视，袂用食薰钱，奇怪啦，袂用食啦。嗯。这边你行入去，边迄顶头啥物件？规排薰。对。欸，啊奇怪，欸，公共电视人生剧展，会用食薰。嗯。为什么？欸，我嘛唔知道。欸，迄阵开始讲袂用食薰了，啊，等我拍起电影。对。我，欸，木哥，我跟你讲，你现在诡计得逞。嗯嗯。啊，你抽烟很爽。嗯。导演，我抽烟的戏不太会演了，好久没演。没关系，没关系，电影电影。啊，真的吗？电影可以抽烟？啊，他当然可以抽烟。好，我好啊，抽烟。啊，我都，欸，我薰烫个多，啊，我都薰提要讲。啊！我涂粉体还要加钱，那个美术组在木一个，等一下，嗯，啊喏，不是就新乐园啊，新乐园那个年代有啊，不是，那个我们烟有赞助，哎，跟靠，靠，加美赛出人，加贵赛赞助，嘿，就忘了你这是什么道理，粉哦，贵八贵啊哦，嘿啊是什么道理？有这是搞什么东西嘛？嗯。合乎一下正常人的生活方式，那你就合乎人性，合乎正常人生活的方式，安尼。对，我电视啊，哦，我一直给他交代啦，同事一直给他讲，张大哥，你每张讲自杀哦，安尼啦。哦，那这个就真的自杀，不然你要怎么讲？你要讲轻生，我讲差别你对。诶，真的是。讲来讲自杀也用法啦，讲轻生的无要紧。轻生是文学用语。真的是糟糕。哎，奇怪吼，阿那，医学用语怎啊？对啊，就是安尼嘛呀，自我了结。哇，这款物件吼，因为。做一个政府吼，是尽量卖管伤多啦。嗯，就是无论如何是安尼啦。是，你乖乖好好做你该做的，人来投票。啊，报纸会使血肉模糊，阮电视袂使血肉模糊。譬如讲车，啊，我知一个马赛克，嘿，车祸啦，是讲修台啦，吼，啊是讲战争啦，啊就是爱用马赛克。我讲你用马赛克啊，这定位相片的意义是啥物？是要哪表达？这就是。这就是吼，一个社会咧进步，社会对自由，的看法，啊，以及对，那未我讲这句是唔对，但是讲对人民的信任，无迄啰对人民的信任，是人民对你的信任，会爱倒单来讲，所以当人民做啥时阵，政府是一个服务的，政府是做一个资源分配，啊，加保护就国防嘛，啊，加服务人民的。这代志要千万爱记，做政府的七千万爱记。无你，互你无当，互你管东管西管，那么你干嘛管到人灶脚去，管到人房间去？无这代志，是不是安尼？哦，你讲个，我咧讲话，你甲我讲袂使讲。我即咪是踮咧恁电视面讲话，像啊，我来做师弟啊，你们出干头交有无？你有看无？你有看迄个馆长的节目无？我馆长讲实在是臭干头交啊，讲迄个。节目，那不是你讲馆长，而是说，那是一个公开的节目，哈多人收看的节目，结果错干六条 ，OK。但是像你头拄仔李冠的节目，安尼讲就袂使啊。啊，我当然知啦，我都无只粗用靠。我来只粗用好干大啦，好干大讲大讲，对不？你来，我无去看迄款节目，我做法未了解伊是讲啥。因为我看吴子嘉，你骂馆长的孙，迄个骂到如熊，嗯。他们因脑雾诶，上面器官都没了呀。对啊，所以 NG 你要知道，我们事实上是可以骂人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骂人呢？你骂人如果涉及到人身攻击，涉及到侮辱，涉及到你要负责嘛？对，那你自己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嘛？我会说，为什么说一个干字，他妈你要罚我，你要把我逼掉？啊，我在房间里面，欸，我们要不要来干一下？啊，你为什么都没有说怎样？对不对？对，然后你电视就像说，有两个人一起一定要说做爱，鬼才会说做爱，他妈个头人啊！哪有那样？不，你弄光了，弄要不要来弄一下？弄一下，对嘛？要不要来一下就好了？我弄一下，好，哎，要有画面。好嘞，还要动词哦。好，换你也给政府哈，
不是你相信人民，是人爱让人民相信你。是啊，政府是要创啥代志？政府是去服务人民的，哦，做资源的分配，保护人民。是，好，知无？知无？咱今麦访问的是陈木易哈，陈木易啊，读台大啊外文系无毕业哈。那伊去年八，一个去年八月的脸书用英文安尼写哈，拍写这一定要念一下哈。他写 ：“There is a guy whose brain is.”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the left part, there is nothing right, and in the right, there is nothing left. This guy's name is KP, Kindergarten Professor. 好，好，我甲翻作中文啦，哈，就是讲，这个人头脑啊，分作两部分，哈，左脑。没有这个正确的东西，右脑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家伙呢，名字就叫 KP。后来呢，哎，他又把他写说啊 ，KP 呢就是幼稚园的教授。我干嘛你想买股钱闹呢？对不？想问 KP 他个讲啥？这 KP 你敢唔敢讲啥？啊哦，无啦，我下一群伊也未合作 Keep Promise。啊，真的哦！哎呀，要不就 keep on。你是不是你写柯文哲？是啊，无唔对啊，迄个无是要无是写。对，我是写柯文哲几回事。这我曾经捌看到，足久以前我看类似这款英文，我感觉英文某一种程度，这个代志敢那不哩啊趣味的。好。啊，你为什么要写 ？In the right, in the left, there is nothing right. In the right, there is nothing left. 啊哈。对对对，人智商一五七呢。啊！你搁讲工人伊啥物无 right 啊？阿妈 nothing， 阿妈是唔敢讲，还是唔知边个讲？人是爱有高度啊，人的生命吼只有长度啊，所以宽度你自己决定啊，高度你自己决定，好温度。嗯，这个好，回答的好。最主要是温度，要有宽度，还要有温度。对，最重要是要有温度。那当人变成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的时候，你家己也去打，找不到，找不到。好。啊，你敢无了解伊？讲到是，我两边拢无达标伊啦。因为我拍市场的时阵，我拍戏的人哦，甲伊甲黄国昌同款，我拍戏的人哦，我拢直接来看目睭啦。哦，看目睭。一开始伊个迄个姚什么名？姚立明。姚立明，奇怪，那这个控制我本来干嘛讲话处理做呢？伊姚立明刚刚唔知你讲啥代志？哎，伊目睭呢，无啥对到。啊，你讲科？对。目睭是哦。你是讲目睭无啥对当是安怎？就我们拍我们演戏的人，重要个一件代志就是眼神啦。你因为你拢生做这个型的，无多改变。但是你的目睭看到物件，甲你目睭会无看到物件，甲你目睭来来去去，那个很容易，眼睛是灵魂之窗。哦，他知道你从眼睛就看得出来，他在他的人生态度或者他的价值。那个刹那，我突然间觉得，干，这人无啥对答。你干嘛无这样赶快啦？因为我是北下的下官嘛。迄个，可能我他有阵去北下，迄阵都因那刘焕爷代志了不了，因去北下，啊去要介绍。就叫人讲，他头牙关关，目睭看远啊，就急做行去。啊，我想想。看啊！这个人啊，跟你电视点啊所演的无同款啊！感觉哦，事实上这种事情是果不其然的。我这个完全是事前就知道，就没有什么马后炮，这个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哦，你说的看到有感情，所以票拢无投伊了。哦，啊那你那个啥，2014年市长你找导向？导向自然不行。无啦，那是2018、2014嘞。哦，伊无投下人啊。无投。无投啦。哦。我刚才记，我投是啥？迄个，阮你考的地位，当时啥名去？不，迄个议员，叫做啥名去？我袂记啦。只投议员的票就对了啦，无投迄个市长的票。其实我嘛平常也调，但是我袂去搞我这票人。做一个代志啊！哎呀，你对这边的选举结果有啥物感受无？安尼好啊，啊，无啥唔好啊。哎，
阿兰哥，就啊，总是总是和政治的物件是真简单啦，因为政治的物件是真高的利润啦，我来讲啦，卖电管是真高的利润。当你面对真高的利润的时阵，人的性，人性就压压出来。啊，当然我是较无了解，就一直袂了解，是永远袂了解，就是为什么迄个遮尔侪把各方级别下来的，还是讲厝的来讲占国有土地啊？我是拢总调，我是对这款代志较袂晓了解，是讲啊，台湾人咱无多了解，家己是一个，家己这个人甲土地有关系。啊，家己这个人，你敢？你投票投好久啊！你唔知影你选出来这个人，伊所我都代表，甲伊所我都做嘅代志。我感觉这是，所以咱咧，你若讲咱民主高，我想我若拿人站咧做我看，说哦，咱台湾离开民主，我太远了。太远。你也对台湾失望，还是讲你还是抱持无限的希望？那个失望，结果过二十年了啦，无什么遗憾啦。够二十年意思，讲你已经错起来，对啦。好呀，晚上要来讲二十年啦，无是要来讲，无是要来讲。人总是安尼啦，爱有一个希望啦，所以我都爱有一个代志当做。我即个就是你去做这件代志，叫世界去放炮，世界去撒乱转安尼。啊，嘛是爱对台湾抱持希望啦，吼？为什么？因为啊，过去就是台湾人，这些人啊，真勇敢，像陈木一样，唔到。不，我感觉勇敢的人真多，足多。你算勇敢啦，你算勇敢啦。梁淑敏先生，足多。你讲，你比我较勇敢。无样，你讲讲单单电视那边讲大话，你唔惊死啊？讲遮久啊，你可能我那个二三十档啊。哦，过年时啊，吼，感谢这个木一来。啊，对嘞，吼，过年。哎，那个贵啊！无要紧，咱对头到尾拢笑到尾。哎呀，啊，错的，拜托错的，卖加掉啊！哦，好，感谢大家收听啦！哎，我那个恩师师大教咱啦，拜托你再甲恩师师教一句啊！哦，谢谢木易哦，哈，好，多谢，感谢大家收听哈，祝大家新年快乐。OK， 再见，拜拜。